长、沈署长、各位好朋友，今天非常高兴来参加这个活动。政府这一年多来，在马总统带动之下，他从总统府开始省电省水，我们现在全民省水和省电。我跟各位报告一个数字，我们去年一年省电省将近70亿度，约等于什么？等于大台南市，就是台南市加台南县186万人口一年的用电量，我们省这么多。那省水只是因为随手关水或者加上一个电片，我们推动了省水的工作，半年多以来就省了多少水呢？省了大台北市260万人29天的用水量。可见得只要我们大家都动手，随手关灯，随手关水，省水跟省电就会省出很大的一个数字。爱护海洋也是如此，只要我们不随便丢垃圾，不让工厂去污染河川，那这些河川流入大海就不会是很脏的东西。只要我们不乱砍森林，就不会每一次有洪水来，这个浮流木头就跑入大海。我觉得爱护海洋其实就是爱护地球，也等于爱护我们自己的环境，所以大家一起来非常重要。为了配合时代的需求，我们一定要亲近海洋，要爱海洋，要了解海洋。所以国家地理频道办这个活动非常有意思，他鼓励我们国小的同学去拍海洋的照片，鼓励国高中的同学来拍海洋的影片，让大家从接近海洋、了解海洋、热爱海洋。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动作。所以行政院也已经经由立法院的同意修法，我们行政院的组织法今年1月12号修正通过，我们有一年多的准备时间，预定从民国101年的1月1号，我们就要成立跟部会同等级的海洋委员会，来负责推动爱护海洋、保护海洋、亲近海洋的工作。那这个工作一定将来可以做出更好的成绩，在我们台湾这样一个四面环海的海洋国家，同时我们的渔业在全球也很有地位，我们是6大远洋渔业国之一，所以我们没有理由，没有任何理由让我们不去了解海洋，不去亲近海洋，不去热爱海洋。所以爱海洋，爱地球，大家一起来。谢谢国家地理频道，谢谢各位好朋友，祝大家健康愉快，活动成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院长为我们加油打气，谢谢，我们一定会做得更好的，谢谢。面临垃圾污染、过度捕捞、生态破坏的重大威胁，都让它不再美丽。让我们一起爱护海洋，共同创造一个有趣的开心海洋。每个小小的付出都能带来巨大的改变。Outside the schools, outside their home, to actually do something about this.